我知道我很菜，但是我看他们打只狼很帅。我知道自己肯定打不过，但是就算打不过，我也不想当老六。最近只狼在我心中已长草，唯有买了才能拔草。这是2019年的游戏，容量只有12个 G， 但二手价格却高攀不起，能买一个大表哥和一个2077。只狼虽然是 PS4 游戏，但是它的 PS5 上可以动态 4K 60帧，这个还是不错的。因为是老游戏，现在双管齐下，上面是从光盘复制游戏，还剩6分钟，下面是从网上更新，还有6秒钟。打这种 PS4 游戏用 PS4 手柄来玩，会不会比这种大个的 PS5 手柄更容易通关呢？怎么样？你们看我的水平能玩只狼吗？